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等于就是为什么 Kim Coleman 他行到神迹，他有件至宝啊，咁只不过冇第二件至宝，就将佢嘢教出嚟啫嘛。系咪 Benny Hinn 佢能够 get 到，佢就系攞到件至宝咯，佢冇办法再教到任何人，连嗰啲弟弟啊、成啊，佢都冇办法将佢嗰样嘢可以完全 get 得到咁样咯。即系嗰啲全部都系只不过系叫做咩 overflow 底下 Henry Hinn 咁先可以 get 到一啲嘢啫嘛，系咪？咁但系拥有一件唔系等于拥有另一件，尤其是你拥有嗰件都系一个系个恩典，而唔系真系你赚添啊！咁就大件事啦，咁就真系好大件事啊！所以你要睇到 Kim Coleman 点系佢医到好多人，佢自己病死，系啊，因为佢原来嗰件至宝咧，唔系用足够匹配嘅性格内涵，唔系冇。不过就算有都唔能够换到咁嘅幅度嘅恩膏，佢其实未换到咁嘅幅度嘅恩膏。Amy Semple McPherson 唔系话佢冇嗰个深度，佢有，但系嗰个深度唔系佢配得承担，咁个恩膏就会压沉佢。呢、这个智圣所就系一路教呢样嘢。就算大祭司唔系唔入得智圣所，大祭司入得，不会唔会死啊？会死咯，简单。因为点解？佢承担唔到。佢冇嗰个深度，嗰个圣洁生活去承担得到，佢就死㗎啦。係咪？佢冇错，有恩典部分，佢要有羔羊嘅宝血，踩嘅右耳，又走手指公，右脚嘅脚趾公，亦要有油去踩右耳、右手、右脚，有晒呢啲嘢㗎啦。每年嘅赎罪日就係为咗呢一样嘢，甚至献咗一隻羔羊添㗎啦。佢因为咁，所以佢先有资格有额外恩典入到至圣所。但係如果在这个恩典度，他没有自己足够承受的圣洁生活的话，他入去就是死路一条来的。是不是这个就至圣所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实。即是说告诉我们他就算没有那么圣洁的生命，他在外院他不死的。他不死的。在圣所他都未死得。但去到至圣所就死得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根本是以色列他们本身在他们的传统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就话俾你听，原来恩高嘅程度咧，你唔好妄求有，你就最好揾一个足够嘅性格同佢匹配。如果唔系嘅话，你唔会长命，就系咁样嘅。唔系话威就算，咁更加唔好求两个啦，大佬。你一个都顶唔住，你如果仲问我啊，点解基督唔得？佢教唔到神，哇！佢教到嘅时候，佢仲短命一倍都得啦。阿 Benny Hinn 点解佢有佢教唔到下一个？喂，佢教到啊，佢短命一倍咯，明唔明啊？即系话你估世上有？如果有人拥有我而家有嘅恩膏，我睇佢都唔知死咗几多十年前啦。你知唔知道？边配啫？佢唔配啊！佢根本冇咁嘅性格去配得上，所以变咗千祈唔好话。当有时听我喺主日讲关于性格嘅时候，你轻看，应该你重听又重听，然后尽量做到，因为咧尽量匹配翻你而家身上有嘅恩典。如果唔系嘅话咧，喺你祝福个饼，我咪讲过嘅系咪？就有地方削弱噶啦，咁就真系好可悲啦。因为答案就喺你眼前啊嘛，系咪？所以变咗。当然你见到我身上有嘅嘢，或者我哋教会有嘅嘢，你好羡慕。但系种类越多咧，其实代价越大嘅。但系有啲人俾唔到个代价，所以冇我哋咁犀利，咁尽善尽美啫吓。即系我相信你未翻上岸之前，你从来冇谂到咧咁多嘅神迹、咁多嘅启示、咁多嘅美好咧，会喺一间教会里面有晒噶嘛？呢啲事，就算你唔好话你翻去教会之前未谂到，你而家话俾全世界好多其他教会听有咁嘅教会，佢都唔信会有间咁嘅教会。他绝对不信世上是有间咁嘅教，因为喺他哋所知的范围，全人类历史基督教或者他哋所认识的除石安以外的其他教会，是根本系冇可能有我哋呢种，系冇可能并存咁多，而并且每一个都急速去到咁巅峰，是冇可能嘅。因为点解咧？佢就算不知道我只系讲嘅原理，但系知道根本系意识都知道冇可能有，系根本冇可能有，系咪先？如果全世界周围系有我哋咁嘅教会，根本而家啲根本。仲有咩其他宗教啊？直情系绝对冇其他宗教，净系只系会有基督教，系咪先？呢个其实讲到最尾就系嗰个嘅事实真相，就系、是、关于嘅恩膏嘅真相。其实圣殿一路都讲呢种嘅，就是、恩膏嘅真相。第一你要俾代价去攞，但系俾咗代价去攞嘅话咧，个恩膏越高嘅话咧，你代价少啲啊，少个崩啊，
都死于非命。啊，小个崩啊，你都会可以即时击杀猝死，乜都齐。圣殿已经不嬲都话紧俾我哋听啦，即系呢个祭坛又好啦，呢个圣殿又好啦，或者系甚至会幕又好啦，系咪约柜又好啦，都其实不断环绕住咪呢啲故事嘅，系咪啊？即系环绕住，所以你就明白点解会喺末世嘅时候，每一人时代会有咁多击杀。因为嗰阵时恩高系已经喺辛苦咧发展到最巅峰，恩赐能力发展到最巅峰，约柜已经临到喺呢个地上。当教会被提嘅时候，天上会幕打开咧，我哋会见到约柜啦，已经即系已经去到最巅峰，将全个人类历史推向咧至圣所嘅时段啊！即系话你或者会奇怪啦，点解神系好得意用1500爪去讲外院，2000爪讲圣殿，1000爪去讲至圣所咧？因为其实那个当然是讲时间，但是为什么用圣殿去讲？即是圣殿跟世界历史有什么关系？就算有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听一件事，其实这个地球的历史呢，在摩西的时候呢，至到主耶稣的时候呢，这1500年呢，他所运作信仰上的需求和对人类的审判呢，是外院级数。圣所级数是一个密封的，而并且里面最主要的光，唯一的光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的金灯台的光。所以就告诉你，过2000年里面呢，其实神将全个地啊，是推了入去圣所里面。都未死得人的。不过呢，对于信仰的是另一番景象，他们会有神的话语的灯光啊，复还这些的真理。好啦，但是问题，你知不知道当我们被提之后呢，是我们啊，将这个地球啊，嘅历史啊，同埋人嘅经历咁粗，将佢推到至圣所，唔死都唔得啦！佢哋直情唔死唔得，我哋导致佢哋死啊！你知唔知道？所以咪就用圣殿去讲地球上呢4500年嘅历史咯，即系用呢一个嘅圣殿。但系问题呢、这个圣殿，即系呢个会幕，其实系讲紧佢哋系咁粗被推落去，所以变咗点解7年大灾难会死到咁多人咧？咁多被击杀咧？到最尾死剩嘅就系可以用号角照出嚟嘅全世界剩翻嘅基督徒咧，就系咁解嘅。因为嗰啲全部即系个日子再唔短啲咧，就是、凡有血气都死绝，系因为系石安已经完成咗至圣所，唔系我哋系完成咗圣殿咁简单。我哋将呢个地呢、这个地球同埋佢嘅历史咁粗推咗入去至圣所咧，所以变咗神嘅同在临到呢个地上嘅时候咧，咁佢哋唔死都唔得啦，全部个审判。咁啊，临到佢呢个身上，咁样。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进入圣所献我心，接应石庆神声音，满载信心仰望我神。于主圣所献祷告，恳请我主施怜悯，警惕世间离过犯罪罪根。到祭坛今献陈，神怜悯应允，盼神现谁的意志，要照亮众生。我确信我上帝永能，这世界遭审判摇撼，要废去，要渐次毁去变灰尘。我确信我上帝仍临近，为看见天空中星宿动如划分。神荣耀属天国，无烟都暗。